尊敬的诸位法师，尊敬的诸位同修护法大德，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佛学讲座以及佛期当中，再加上受持八关斋戒，已经达到第六天啊，明天跟后天啊，是我们佛学讲座以及我们的佛期圆满。最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这一生当中成就自己，而来成就别人？佛法微妙就是在这里。所谓先改变别人，不如先来改变自己。我们学佛才会有用处，而且对于我们学佛的好处啊，有很大的帮忙。首先呢，要先跟大家来祝福，这个就是每一堂课传授八关斋戒之后啊，和尚啊一定要跟戒子啊说一声祝福，因为在这个末法期间呢，为什么称为末法？对于圣贤的教诲，对于诸佛菩萨的教诲，对于因果的教育的精神，众生啊几乎都不相信，而造了许许多多的造业，将来必定会受果报。记得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的因缘，如果我们这个因所种下去的跟圣贤的教诲跟佛陀的教诲违背的话，那将来必定受果报。所以很多人说啊，师父他好像每天都在造业啊，行一些不善的事，为什么没有受果报呢？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而已。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不能半信半疑的，要坚定的信心佛为我们的教诲，才能够会有大成就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个原则，记得这个原则我们不可以忽略的。这个原则所谓所讲的，种什么样的因，将来必定有得什么样的果报，这个是原则上
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所以地藏菩萨出发心学佛的时候，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有所讲的，地藏菩萨出发心学佛是学什么呢？见佛相好，千佛庄严。他看到佛相有无量的好，而且非常的羡慕，然后以羡慕的心态而发自内心的那一种爱心的流露出来，向佛学习，将来我要得到千佛庄严。他老人家已经得到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相信一个原则，只要你把这个原则守着，然后慢慢的去体悟，一滴的一滴来去培养，我相信这个原则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事业，在世间法，世间法就是生活里面，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在讲的就是菩提道业，将来必定会有成就的。所以我们明白一个原则，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所讲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是原则。所以今天我跟诸位同修来这里跟大家借个缘，这个缘呢，不是偶尔的，是过去生中我们已经借过这种缘，所以现在我们又在聚会一处，在这里呀，一起来受持八关斋戒而念佛，然后来佛学讲座，这个就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因缘，这一段因缘是非常之好。所以为什么我每一次啊传授八关斋戒之后，我会跟大家来说一声祝福，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必定要珍惜。很多人不懂得珍惜啊，感觉现在经典容易得到，所以不会把这些看着一桩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昨天跟大家讲过了，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闻佛法的机会。所谓闻佛法的机会，就是佛法难闻，今已闻。那闻这个字是代表什么？活在当下。你要记得，我们每一次读一部经，从如是我闻到最后，这一句经文，这个字的文的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要活在当下，而从这个当下成就自己，这个就是闻。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常常讲经说法之前，先现世神通，微笑的神通，就是这个原则。微笑就是告诉我们，你能够当下以佛陀的教诲来帮助
自己破迷开悟，所谓的自觉，自觉之后然后自度，你能够自度才能够发菩提心来帮助别人，这个叫做闻佛法。你要明白闻佛法的精神在哪里，闻佛法的精神就是把佛陀的教诲一点一滴的去体味，然后从生活里面去培养，这个才是叫做闻。我们一定要明白，因为听经的人很多，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在听我们师父上人的讲经，他有没有在听经啊？不见得。一边听经啊，一边习气也是为主。所以你要闻佛法从哪里来？从当下，从当下能够自觉，自觉之后来帮助自己，自度之后然后发菩提心，以慈悲的心乳，就是以发自内心的那种流露出来的慈悲的心态来帮助别人，这个就是佛法的智慧，而且这种的智慧而非常的高明。所以墨学最近呢，这一年内容啊，才明白这个道理，慢慢的去体会佛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佛法真的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帮助吗？只要你去悟解佛陀的教诲，一点一滴来去培养。所以我会把每一次啊传八关斋戒之后，把这短短的时间，就是半个小时，来跟大家讲讲话，来分享。然后以什么来分享呢？以这一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因为《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跟我们现在受八关斋戒里面有相当的关系，可以作为我们学佛的一种参考资料。所以这三天呢、从今天明天到后天，我会把一段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的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而分为三个阶段。这个三个阶段的分析是怎么样呢？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有这种的因缘非常的殊胜，而且这种的因缘必定要好好来珍惜，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像我们这样有这种的因缘，有这种的机会，而且这种的机会将来会帮助我们累积下来种种的功德，而且这种的功德既然哪怕是将来你不怕不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靠你这个功德与福德，将来起码你会得人天福报，这个是事实。所以这个经缘，这个因缘非常的难得，我们一定要抓住。既然我们来这里了，把万缘放下，依照大势至菩萨的圆通章里面去学习怎么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续啊！你能够万缘放下，把一切万缘，先把这一天的时间
短短的时间应用在这个场地，在这个地方，然后来培养我们的菩提，然后来发心我们的菩提心，那我们今天种下来的因将来会得必定的果报，所以很难得啊。今天外面的人很多想要参加，但是为了生活不得已去上班去赚钱，所以我们有这种的机会要把握啊。没有人有这种的因缘啊，这个说是因为我们过去生中所种下来的种种的因，这个因叫做福，是善根。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外面，你拉一个人说，哎，我们来念佛受持八关斋戒，他会跟你说好，我就跟你去念，会吗？不见得。今天你跟他讲在受持八关斋戒，在这个地方学佛，而将来会帮助你得成就，他就跟你说什么呀？比如说我们今天念佛，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有，什么都记住，在这个娑婆世界你有多少的财产，你有多高的地位，你有多大的权力影响力，但是还抵不过生老病死。但是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没有生老病死，而且永远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示现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他们讲这个道理，他们会跟你讲吗？你要去你自己去啊。然后你又跟他们讲说，你在这个社会上，这个生活，为了一口饭，你拼命的赚钱，有时候在赚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做生意，常常不如意事的事情，常常很多，不顺意的事情很多，有时候人家甚至于来障碍，来回报，来干扰，甚至于来伤害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跟他讲，失意得意，失时得时。而且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的，事事都是如意的，事事都是心想事成的，你要不要去？你很无聊。所以这种的因缘不是每个人有的。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八关斋戒分为三个阶段，从这个三个阶段里面，我们会把阿难问世佛起胸襟融合而一，来跟大家怎么解释八关斋戒。可以跟大家分析三个阶段，从受持，就是受戒持戒，然后第二个段受戒持戒之后，我们来发心修学，修习之后而得果报。这种的果报刚才讲的至少人天福报，而且将来如果你真的发心修学，将来能够帮助我们证得无上菩提。这个八关斋戒的三个阶段。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我们呢，念佛要像念佛个样子，学佛要有学佛的样子。我们今天念佛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默学每次拜佛，我心里是想什么？我心里就在想，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将来成就我要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建立自己圆满的佛果。我们就这样发愿了、你要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所以念佛有念佛的样子，那我们学佛也要学佛的样子啊，才能够有成就啊。
今天我们说我们在念佛，但是我们念佛不像念佛的样子啊，我们的心行有没有跟阿弥陀佛是一样？所以我每天拜佛就是用这种的观想，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我将来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帮助自己作为阿弥陀佛做我们的老师，成就自己将来去度化有缘的众生，这个就是尽孝道。我们每一次拜佛就是这样的观想啊，把那个发自内心那种流露出来的慈悲与智慧，然后来拜佛，这个就是修学的方法。所以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从八关斋戒分析有三个阶段，从修学，修学的方法是什么？最简单，拜佛，不能轻视的。所以我常常说啊，我们要学佛，首先要找老师。那我们的老师是谁啊？最简单，老师就是阿弥陀佛。既然我们把阿弥陀佛作为我们自己的老师，那既然当然我们要听老师的教诲，阿弥陀佛的教诲在哪里？你自己选择。《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弥陀要经》，只要你选择一部，一门深入，没有不成就的道理的。所以名师很重要。所以这一段八关斋戒，阿难问是佛几凶经，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有人奉佛从名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不失所受。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解释。所以名师非常重要，善知识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善知识的指导，那我们很难。所以念佛要有念佛的一个样子啊，不要念佛一方面念佛一方面跟人家计较，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得看人家的缺点，一方面念佛一方面把自己的习气作为自己的根本，那个是不行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啊，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听过，但是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是发生四个月前啊，就是三月份，三月二十号啊，在四个月前呢，有一位老菩萨，这位老菩萨是住在高雄，在台湾，他每一天呢，就去菩提净宗学会去念佛，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这位老菩萨是姓周，周啊，姓周。你们常常有没有？这边有一个义工叫周宝彤，哦，周宝彤，嗯，不好意思啊，他现在在放假。哦，我不是讲他的坏话哦，我是说同性的啊。我跟你讲实话，我第一次见到周宝彤啊，在布里斯本，我的心里啊对他很不好的一种印象。所以这句话我到现在不敢跟他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住他的家。啊，
啊，是真的啦啊、哦，这个我这个秘密哦，你不要跟他讲啊，拜托的啊、哦，求求你们啊！我第一次看到他哦，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他对我的印象，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从来呀、啊。你来到布里斯本做义工要脸要笑嘛，那没有笑容啊，面臭臭哦，又住同一个疗房啊、哦，那个布里斯本有一栋房子，里面有几个房间啊，有一些是法师住的，有一些是居士住的啊，每天都在碰面。哎呀，我看到他哎，真的呢，所以啊，看一个人哦，心里面有欢喜心。你看，这么有缘，一刀雪梨，哎，一刀他，一刀他，然后又他又做义工，而且是我们雪梨净宗协会的一个，那个怎么讲啊？就是说贡献很大的，所以。我心里在想啊，阿弥陀佛，我要对他好一点啊，要不然我很麻烦。所以啊，每次跟他，我对他跟他非常非常的熟悉。诶，没想到，没想到，每次来到雪梨净宗协会啊，来跟大家打佛去做善事行呢，诶，住他的家。啊，这个事情啊，我到现在没有跟他讲啊。我没有跟他讲说我以前对你很印象不好，我在心里这个人很功高我慢的面臭臭啊，那款呢，你有什么了不起，嗯，你有什么值得你了不起的，哎呀，这种人哈哈，我在每我就在那边这样想，哎呦，阿弥陀佛，现在忏悔了啊，以前就是这样不懂事啊，所以知人之心不知面啊，吧我们讲怎么讲，知人之面不知心啊，不能从外表来看的。其实啊，我跟他相处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心，这个人很好。这个是最后补一下。啊，这个最后补一下啦，因为你没有后补哦。像我们观世音菩萨，他是等觉菩萨。是后补佛，这个后补佛的果位啊是非常之高，所以我把前面讲的这些，然后后面补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补下去啊，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太好了，太美了，哦。啊，这个啊，周宝彤啊，现在不在啊。哦，这个啊，这个故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三月份在高雄极乐寺，就是菩提净宗学会，有一位老菩萨。这位菩萨呢，姓周，年龄93岁，而93岁的时候，欲至时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你看这个人福报很大。寿命这么长，离开寿命一到，欲至时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这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呢、啊，没有白活的，没有白活的，不白来的。他几岁的时候才学佛呢？75岁。
那75岁减93岁，他学佛的时间不长，大概18年。当他第一天有人介绍净土法门的书生，而我们师父上人讲经的教诲，所以他老人家一见面，一听到，一闻到这一句名号，升起非常欢喜的心，然后呢，勇猛精进，念佛念了18年。那我问大家，超过10年念佛的，请举手。超过15年的，你看，你们已经将近20年哦。这位老和尚是18年，第一次第一天从闻到这一句名号而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功德殊胜而起了欢喜的心，然后勇猛精进来念佛。18年呐、如一日啊，每一天呐、读5量受佛经，每一天哦，读了多少遍呢？超过3000遍。那我问你们，我们读5量受经的超过100遍的，请举手。也不多啊，老人家75岁到93岁，从来不间断的念了3000遍的5量受经，然后每天定课。你看老人家很有规律的哦，每一天定课读诵念佛，最后每一天听经，有记得哦，依老和尚的教诲，就是依老和尚作为老师。所以我告诉刚才跟大家讲过，我们一定要有老师的提醒和善知识的陪伴哦。所以啊，依老师傅的教诲，一门深入，依教奉行，92岁后啊，则以坐着念佛往生。听经为补，他就成功了。这个是事实，真的。这一段的话，我们一定要提醒一般的人。现在很多啊，净宗协会的老同修啊，常常说啊，哎呀，师父，我们不用听经念佛就好了，我们念佛就好，心中有佛就好，不要听经的。这一句话要小心哦。很多人就是这样讲，哎呀，师父不用听经了，听经干什么，很累，念佛就好了。你真的会念佛吗？如果真的你会念佛，不是像这样的样子啊。如果今天讲经不重要的话，释迦牟尼佛49天就不用讲经了，跟大家讲念佛，因为念佛是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也不用讲49年来为大家每一天8个小时，每一天不间断的，不中断的，都是为大家。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每一次念佛不停的也要听经？听经是补教啊，是帮助我们破迷啊，帮助我们的迷惑而证得我们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一句话以后不可以说的，记得我们没有那种境界。所以我常常如果听到老菩萨，哪一个老菩萨
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骂他。你有这种的境界吗？你有这种的了不起吗？不可以的。连93岁的老菩萨都是以听经为补的，来帮助他开智慧，破我们无明的烦恼，而以大智来帮助我们断除种种的烦恼。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从经教里面而得来的。念佛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来帮助我们对于我们的习气，这个是念佛。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啊，都是以这个习气为主，所以到现在无法成就，在菩提道业里面无能的成就，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气，这个习气都是我们的障碍。那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障碍？首先要忏悔，用这一句念佛，用这种念佛的功德来帮助我们。那要怎么样这个念佛的方法能够有效果？有忏悔，忏悔能够效果，有虔诚的恭敬，从发自内心流露出来那种忏悔，然后来念佛，效果就不可思议了。所以这个老菩萨做榜样啊。所以我走到哪里，如果听到一个人，既然你学佛了，这一句话以后不可以说了。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了不起，我坐在这边念佛，一天念30个小时，不可以的啊、哦！所以这位老菩萨一门深入，一教奉行，92岁后啊，人盘腿念佛往生。往生前一周，记得哦，往生前一周就是一个礼拜之前，还没有往生之前啊，这些菩提净宗学会的同参道友，就是师兄师姐们，都每一天啊去他的家里陪着这位老菩萨，就是周太太啊，周居士哦，周居士陪他念佛哦，我不是说周太太，周太太现在不在哦，你不要误会哦。还好今天如果周太在哦，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哦。那每一天呢、啊，就陪他念佛，然后这位老菩萨就告诉这些师兄们，他说、啊、要好好念佛，我记得哦，他说哦，要好好念佛，这个世界啊是在真苦，不要太过留念，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天他们来到他家里，每一天这位老菩萨都用这句话来提醒他。他说世间很苦，说实话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哪有是真的，都是假的，这个世界上哪有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只是暂时借我们用而已，时间到了各走各路的，所以不太不过于执着，那我们就对了。3月15日，周老菩萨终于见到了阿弥陀佛，记得哦，3月15日，这位老菩萨终于见到了阿弥陀佛，然后呢跟这些师兄师姐们，就是菩提净宗学会这些同参道友，又跟他讲，我已经见了阿弥陀佛了，而且心里非常的欢喜，所以呢
他又告诉这些同学，我要准备往生了。人家是怎么修来的？清清楚楚的，看他跟他讲了，我现在准备往生，所以他交代他的儿女，交代他的儿女哦，记得，他跟儿女讲，你帮我准备一桌菜，这一桌菜呢，来做了什么？来供养，供养谁啊？供养他的累劫阴亲债主，然后呢，来帮助他们，也帮助自己消除障碍。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呢，记得尊敬的追同修大德，我们三十系列最后就是第三十，中峰果师提醒我们诸位同修诸位大德要记得，中峰果师告诉我们，学佛的人念佛的人，愿我临终无障碍，就是告诉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定要坚持念佛来消灾免难，来化解所有的累劫阴亲债主，将来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才能够临终无障碍。那要怎么样临终无障碍呢？要念这句名号。这句名号怎么能够有效果呢？从发露忏悔。发露忏悔从哪里来呢？从虔诚而恭敬而来的，念佛才会有用。所以这位老菩萨只用这一菜呀、来供养累劫一切的阴亲债主，以消除障碍。然后三月二十号中午十二点，又最后一次提醒这些师兄师姐们，陪他念佛的人，又跟他讲一句话，要好好念佛，念佛要有信心。所以你念佛要有信心啊，这个是我们弥陀经里面所讲的，信心为功德母。之后啊，眼睛闭下来念佛，念了几声，直到三月二十一号早上六点十二分，身无病苦，自在往生。你看老人家表演这种的功夫啊，确实真的不易啊，我们要不要表演呢？要不要表演？要表演啊，表演在哪里？在当下。师父啊，我要走了，明天我不想再听你的讲经了，再见了。这种的表演啊，那我就恭喜你啊，你去成佛了。你看人家表演六点十二分很准哦，六点十二分身无病苦，自在往生。往生后全身柔软，面色红光，比生前还年轻更庄严。你想一想，一个死人能够比你生前的脸更好看，哪有这种事啊？如果不是阿弥陀佛的光，阿弥陀佛的慈悲，不可能有这种的现象。所以隔天呢、全家人呢、还没往生之前一天，他们全家人呢、常常都闻到不可思议的异香，而清香无比的，让人很肃淡快乐之感。这种的异象啊，然后第三个期，因为他的媳妇啊没有学佛，
我们佛教里面有头七、二七、三七，然后到最后49天啊，这《地藏经》里面所讲的第三个七啊，捉老菩萨来做示现。记得哦，这个不是故事啊，是真实的，是因为他的媳妇先知来告诉我们的。他说他的岳母啊，就是捉老菩萨第三个七晚上的时候示现什么，穿着金光闪闪的袈裟庄严像给他的未信佛的媳妇看。我们看到这样会害怕吗？又看到鬼了哦，那不能说看到鬼，看到菩萨哦，他的媳妇啊亲自眼睛看到他的岳母穿着金光闪闪的袈裟，而且非常的庄严来示现给他看，同时也现七宝池、八功德水、黄金为地等等宝刹庄严情境，并告知他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种的现象示现给他的媳妇啊，让他的媳妇啊来看，所以现在媳妇学佛了。这个故事我还想起一个故事，就是何世礼将军。何世礼将军他的妈妈，他往生之前也示现这种的神通啊。何世礼将军全家都是基督教的，因妈妈示现这种神通，全家把他渡来学佛。何世礼将军香港很有名望的，非常有钱，地位非常之高，全家就是基督教的。看到母亲，而母亲跟他讲，虽然我们的宗教是不同，但是身为子女应当要尽孝道，今天妈妈要往生，你应当要帮妈妈助念。何世礼将军的母亲就是这样的榜样啊，后来把他全家全部渡来学佛。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先做自己的榜样，然后来影响别人，我们学佛就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一定要明白人家是怎么念佛的，人家是真的把念佛这种的功夫功德利益做一个样子给人家看，而且自己成就又帮助别人。你看这种的人有多少？很少。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相信，学习周老菩萨告诉我们世间苦啊，啥都是假的，什么都假的，不是真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什么好计较的。总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不死的道理。虽然我们有钱也带不走，为什么我们不要把这些我们多余的这些金财来去行布施帮助别人呢？因为这些行布施到最后也是你的。记得能够舍得的人越施越得。为什么有些人生到这个世间，有一些是生在富裕人家富家公子，有一些为什么会生在一个穷光的人家穷光蛋的人家，就是很穷很贫苦的家庭，为了要赚钱很辛苦，人家一眨眼微笑一下，一眨眼就赚到钱了。我们呢很辛苦才能够赚到钱，而且赚的不多。为什么？福报。这个福报从哪里来的？从布施而来的。所以师父的道场啊，师父的道场
哦，我的道场，每一个道场，我有一个原则。每一个道场，我有个原则。原则什么？每一年，这些供养，人家供养这些钱有多余的，我就是会拿出去为人家去供养，哪一个需要就拿去给人家。为什么？帮助这些人啊，修福田啊，人家辛辛苦苦来供养，就是为了要种福田。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种福田呢？就是来帮助他供养给所有的人所需要的。所以我的道场就是这样做的，每个道场就是这样做。人家供养的钱，每一年有多余的，拿出去供养，给人家需要的。为什么？为众生修福田，让众生有福报，让他们以这个福报来修佛，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阿难，问是佛几凶经里面所谓告诉我们这些的经文，有人奉佛从名时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不失所受，形象相明，朝暮礼拜，恭敬燃灯，敬师所安，不为道尽，斋戒不厌，信众心兴，常为诸天善神永护，所向皆偶，百事真备，为天龙鬼神众人所敬，后心得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真佛弟子也。这段经文有三个阶段，这个三个阶段怎么学习呢？时间到了，明天才跟大家来报告啊，因为时间呢、讲过头了啊，本来是半个小时啊，希望大家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周老菩萨的精神念佛，以听经为主，以诵经来破迷开悟，后来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来学习。谢谢大家，阿弥陀佛。